我们现在是一个码一辆车，四个码呢，它就有四个的这个包装箱。然后我们整车是2号，你看到那个车厢那部分，它是有；还有一个就是车上的这个驾驭的这个车手这块呢，他们有这个御手，我们是有这个，也是一个单独的。另外呢，我们每一根它的那个引绳，每一根引绳都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包装的一个小的一个盒子。比方说，我们最里层除了我们做了保养之外、养护之外，那么最里层我们是拿这个日本纸进行了一个包裹，在日本纸外面呢，我们是拿那个就是无纺布进行了一个包裹，就最大程度的要保护彩绘的。